近日，林峰、吴建宇被踢爆已秘密同居半年，消息传来，网络哗然。林峰旧爱潘双双疑似受到刺激，在微博上说伤心要出家。更让人怀疑的是，潘双双遭受双重打击，与前一阵刚刚甜蜜曝光的内地新欢男友疑似恋情已经告终。看来潘双双真的是看破红尘了啊。明星也是人，明星间的分分合合也是令人难以捉摸呀。酷流娱乐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